最新省份经济地图来了，广东财政收入超吉林等11省总和，东三省分化大，中国财政收入世界第二，是哪些省份人均贡献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推动，又是哪些省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？数据宝、腾讯财经联合推出中国各省人均财政收入排行榜，从人的角度揭秘省份经济地图。财政依存度的高低是衡量国家财力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。甘肃省的财政收入增速比较有看点，2019年为负增长，去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位居前十。